这块表，你应该还给苏晴。现在是他的东西。 你怎么知道我想买这块表啊？第一，你从杂志上偷偷把广告剪下来，藏在你的本子里。第二，你每天多打一份工，回家那么晚。第三，眼看着我要出国的日子越来越近了，所以我就想着，不如我就代替你把这个表给买下来，然后再送给我自己。 我想让你带着他的时候都想起我，谭静，特意去想你的话，太难了，因为我不知道我自己什么时候能不想。不想让你走，真的不想让你走。 听说你最近交女朋友了，她因为同事主演常来找你，这事儿在医院都传开了。主任，我这真是太好了。我以前啊还对你的个人问题挺操心的，那现在我可是放心了。你爸说，你的女朋友啊形象不错，啊性格也好，而且对你啊非常的满意，你爸看上。 那绝对错不了，我也知道。前一段情绪不好，那是因为以前感情的问题。那现在好了，有了你自己喜欢的女朋友了，那就要好好善待啊，好好珍惜，听到了没有？谢谢主任。喂，我走了啊。 我在洗手间捡到这块表，您刚还给苏晴，现在是她的东西。